你好，我是方师傅点心坊的方汉武啦。你想要来借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有一间店面无要做？啊，已经艰苦一世人，到现年岁搁爱受苦，实在是不甘的。啊，不是你阿爸，你都唔知咧，伊哦咧孝顺甲我顾的看护。好，咱拢莫看到伊，等你身体较好，咱离婚。只要阮妈妈的病会当好起来，我愿意甲阮妈妈一世人做人多忠心，我愿意做菩萨的脚手，日日行善建如来。寻寻觅觅撞墙角，临时清色淹没心慌，回首孤影漫长，天际山。只可童年的他，却唱不出情。